出来以后，到这一看，孩子基本上不怎么动了，不怎么动，然后他那个腿有点哆嗦，就会打挺死的。我寻思，赶紧上去吧，再不上，孩子可能就有点危险。脖子这里有印儿，他那个脖子如果一歪，顺着那个护领的那个缝隙，他就会掉下来。对，现在有的这种就很典型，不一定非得受。